主持，刚刚那是他唱的。好吧，你帮我们主持一下。他来这边很久吗？他来这边其实两个月而已。哦，是哦，难怪。但适应的还算 OK。你要不要先看？我不要。我觉得他对伟静有蛮多意见的。我真的认识过虐待宠物的人。然后呢，只要宠物看到他，他是会自动闪开的。你说其他宠物看到他？他也不一定是对他哦，比如说他。我旁边是一个虐待宠物的朋友，他也没有虐待过他，但他会很警觉的先跑到，对，他自己会感觉得到气场。另类的，哎，我没有虐待动物耶。伟静，你到底平常都在干嘛？你不要误会我哦，你不要误会。伟静，你承认哦？还有养猫，他的猫还活着吗？应该现在很健康，可能需要一些加防。很虐待动物的人，真的。不太重，不会，有点重，但是你帮我说出心声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不行，看到那些影片或什么之类的，不行。没有，我觉得你可以不喜欢狗狗跟猫咪，但是你不要去喜欢。同意。对，我可以完全可以接受你怕，或是你不喜欢。奇怪，不尊重，好气哦，很气。我相信你没有了。还有很多问题啊。他其实这只嘛，这只蛮稳定的。我跟你跪好不好？我觉得整袋钱给你好了。他真的蛮针对你的。前夫人，他现在是前夫人。一个一个喂啦，都在花。太大方了。就我没养狗。你想要赶快讨好他是不是？一个一个喂。他用的久。哦。一个一个来。好，那你去找他好了。不用自己安慰自己。拿到钱还可以置之于不理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哎呦，你喜欢草？你驯服它？你爱草？坐下。哦，他有小香猫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还是你转职宠物沟通师？可以耶。哎，他趴了。哎，我发现他真的很像草。可以。吓到哎。可能小草手上也蛮多钱。看，坐下。油兔，油兔，我们来烫伤。没事，没事。油兔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哎哎，油兔，油兔走了，油兔走了。我，他被油土魔了。油兔 ，YouTuber。好了，油土伯，来吃吃吃，这里这里，你看，这里这里，啊对不对？啊，你想要洗？哦哦哦。我不行，我不行，不要再被咬第二次了。要出来。